殿下有令，当众杖毙。是。不要！打，继续打。继续打。雪云，你的面色为何如此苍白？我那个这儿风大，主子身体弱，奴正劝他早点回房休息。是吗？是。我还以为你是太过害怕，才会面色苍白。殿下之意，雪云不明白。雪云冰雪聪明，又怎会不明白？只是人比别人多一窍，才会愁闷多思，才会缠绵。